你跟我去昆仑山。哎，好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派人带着体印令到昆仑坐王峰找我。为了你，刀山火海，我绝不皱眉。 不后悔，放弃倚天剑，我更不希望你对我是抱着感恩、愧疚、报答之心，以身相许，能跟你厮守是我的心愿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是真情真意呢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纪晓芙，纪晓芙，我等你，我等你一辈子，等到你回心转意。